经讲的啦，听无？我不能用人间法，让人人可以走的路呢来走，所以开了宗门，慈善、医疗、教育、人文，需要有法脉精神，那就是魂魄啦。所以净施法脉，勤行道，慈济宗门，人间路。在咧担心，唔知大家人的心过有好啊无？开始修行，袂用爱离开这点心，那么用心啊，真正是用意受苦呀。所以，请大家人爱多用心。慈济电子书的待机画面就是多用心，这三个字是上人在开始中经常提到的叮咛或结语。为什么正言上人要如此不厌其烦呢？谢老师傅连续一直说就是用心，咱说话心都要放在说话，话爱用心讲，咱来当用心讲的话，句句字字珠玑啊！逐句话都是足好的。你若是无用心讲，真容易这个所在去伤着人，那么迄个所在去得罪着人，这嘛是伫这个语言。咱也要用心在咧讲话，就是妙法嘛。人以事就会当通运用嘛。总共一句，修行上重要的就是爱时时刻刻、分分秒秒顾好这粒心。分分秒秒都要用心在举手投足、开口动舌之间，因为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岂能不时时顾好自己的身口意？佛法呢？有四无量啊，还有六波罗蜜，啊，最简单的名称呐、可是呢？它已经涵盖了整个佛教的精神。四无量，那就是慈无量、悲无量啊、喜无量、舍无量啊、慈悲喜舍，这六波罗蜜呢，就是度。苦难的这一边此岸，要让他渡过了彼岸，幸福、快乐、平安的彼岸。这个中间呐、那就是千尺浪潮的烦恼河啊，这个河啊。都是因为呢，意念开始贪嗔痴慢疑，这一条河呢辽阔啊，时时都在兴风作浪，真的，真正的要渡过啊，实在是无啥简单啊，所以啊，要用这六种方法。
不失持戒，忍辱精进，禅定智慧，这六种的弘法，这都是我们常常在说，听来都是很简单啊，可是真的要做到呢，不是那么的容易。所以菩萨们天天我都要跟大家说，多用心啊，没有错，只有这样的一句多用心啊，叮咛。那人人真正的多用心，那不就是十波罗蜜呢俱全吗？慈济志工关怀社区落实环保资源回收以及海内外赈灾等，总是把握每个行善的机会，长久的经验累积下来，竟也创造了许多发明家。的确啊，人啊有无限的本能，也有无量边的潜能啊。常常都说啊，神通神通啊，怎么样才能通啊？就是用心啊，聚精会神啊，自然呢就会通啊。世间啊，有什么叫做专业啊？经验，有心，有心，经验，它就是专业啊。看看慈济人啊，多可爱呀！大家呢，虽然不是很专业，可是呢，可以创造了一片天地来。哦，看看这一群发明家，都是要用心研究。原本在铁工厂上班的王春雄，1999年加入慈济，开始在八卦寮环保站回收资源。好啊，一出来那下班吼，叫过去了，八卦呀。哦，啊，不过你是做工过吼，啊，这么去，啊，落得去，所以才，啊，这忝啊，我拢想讲。即卖科技遐安尼好，嘛无用一个较看我，用当尾安尼啊，安尼当尾在捡个，我才转来甲阮叔仔讲参详嘛，讲，哎，我来做一个海空马啊，怎样啊？讲你敢袂晓做？问啊，学问学问，要学就问啊，啊，安尼做做做，好，迄个迄台空马啊，做我当嘞。彰化和美的大树下，许多志工在分类保特瓶。这里是甘井里环保教育站，志工分得仔细，不仅瓶盖和瓶身要分开，连瓶颈的塑胶圆环也要逐一拆下。这是较早迄个胖子咧用的物件，挂绳啊，对。这咧挂绳啊，哎。因为这，但是咱即马环保站，各位拢有这种的。哎，对对对对，啊，我就是伫个安全上考量哦，所以讲我迄个想看有其他的替代的方式无吼？啊，因为这消耗很大，它会换掉就不能用了。啊，我现在所做的这个刀子哦，它可以重复使用，因为它。师兄，你讲这台你家己做的？嘿，这我家己做的吼。哪搞？哎，我家己想的啦吼。啊，这边哪用？啊，这都你要看伊那咧吼，那个起解就好啊，哈！本来是单支的，单支的就是要在爱过来安尼绑，啊，即马是那个两支刀的，所以讲你即马切落去，伊就这个片哦，伊就切成两段。哦，因为阿妈有当时啦，目睭较花吼，啊，对这有当时会去刮掉，对无？危险性较悬，嘿。对啦，吼，啊，你先甲设计一台安尼。所以讲，伫遮要互这志工做较会放心，啊嘛要互上人哦会当安心讲，啊，咱这志工确实有影讲吼，伫遮啊，就是那。讲环保志工就是上人的宝啦，我们要把它好好的照顾好。
我们的慈诚队啊，真的是很天才呀、啊。五粮总好啊，内底呢，什么人才都有啊。我觉得呢，你们很天才，很有智慧，很肯动脑筋呐、啊，我就不由赞叹他们。他们就回答我说：“师傅，你不是讲用心就是专业吧？的确，用心就是专业。”还有很多啦，比如说吼、哦，医疗器材啦、医疗车啦、净水器啦，国较管的这个抢救生命、国际救灾的吼、哦，发明倒是很多啦，有机会才跟大家来分享吼、哦。的确啊，啊因唔是吼、哦、专门伫咧做安尼嘢呢，只要就是有心，都不是在行的，但是。他都可以去发明了最好用的，适合我们这一群菩萨所用的。所以呢，这不就是呢？咱还是要搁伫凡夫地，但是呢，咱会当实现大菩提道哈，这就是觉悟的道路。那这种的觉悟呢，用伫人事物啊，这样呢，就是人间。啊、我若讲到这点地主真的是很开心呐、啊、他们呢真的都很用心哦好吧，我们可以呢草根花名家我想越来会越多哦真的很感恩呐、啊。人生来世间，必定爱举步轻重，安尼咱来世间呢，才有路用啊。每一步的脚印，都爱真踏实，而真明朗。但是啊，咱既然步步有脚印啊。啊，咱都爱步步为营啊！每一步呢，都爱行足好诶，唔通惊差错，差之毫厘，啊，都失之千里啊！这都是啊，师父定定爱甲大家人讲，咱来日日用心，时时不离一念。心，用心是足重要的。用心的重要，在一位教授身上得到印证。这位教授长期研读佛法，却难有体悟。有一次参加了慈济举办的营队，却在那几天的营队里感动落泪。啊，咱的委员就问伊讲啊，某某教授。啊，是多一句话，让你遐感动啊！你哪会感动得安尼会哭啊？伊就讲，多用心嘛、啊，是为这个多用心嘛、啊，心是舒服呢，时时刻刻，每一段话了后，后面的结语就是多用心嘛、啊。三字呀、啊，好一位学者，家己也伫咧讲下，伊也真长的时间投入佛学，但是要安怎去体悟呢？伊也感觉真茫然。伊来到这个所在，在这个环境中，甲人。甲事物合在一起，佮轻轻的，敢那听一个多用心啊！安尼呢，去感动着伊，伊安尼就不能自己感动的呢，安尼一直哭。注意，法
需要亲母，其实嘛唔免啦。上重要的呢，受用，一点爱受用啊，伊会感动。安尼就是替母啦，真正去触到伊的内心，安尼就替母啦。有的人会问我讲，师父，释迦牟尼佛苦行遐侪年，也无法度通我甲这个道理体会到，无法度以这个力真正的很接触到迄个力。啊，是安怎？哪会敢那一个夜道明星啊？爱就讲感悟啦。这不是讲在这个几年的苦行无路用，有啊，有路用啊！伊那不是在这几年的苦行不断不断，用尽伊的心路，伊的筋骨，那不是呢？伊的生活和这个大自然的境界来在咧磨练。那不是伊有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熬过来，那不是迄种立心志伫咧追求道理。你讲，逐天拢抬头看天星，看你有法度通去体会到啥物道理无？伊用十几年的时间，五年的参访。六年的苦行，参访呢，就是对人啊去了解，将人的修行去体会。那么六年的苦行呢，就是对物理天然的境界，用伊的心在这个大自然中去体会心。所以所有的人事物，这已经是非自然，心境真正的稳定。搁在当伊伫咧打坐的时候，拄拄啊好，迄当阵天空真清，真清，那。在月初啊，当然就是无月。啊，不过天空真清，迄当阵呢，突然间伊个目睭被开的时，安尼，忽然间呢，甲正面天空的一粒星啊，迄、那个光，甲伊个心光，甲慧智慧的清净的光明汇交在一起。迄当阵，好亲像电光石火共款，安尼扑起来，迄当阵也会觉悟。所以讲起来，袂用诶讲是，干阿伫夜道明清，安尼就觉悟啦。应该呢，爱讲伊立观，发心立观，身体力行。经过了时间的磨练，一切因缘具足了后，所以就是在迄个刹那之间去体会到这个道理。所以讲起来，咱在日常的生活中，咱必定要好好把握。因此，无论走路、吃饭、说话、做事，都自我关照每个细微的心念，也就是用心在每个当下，那么开悟得道亦不远矣。无一个人会当离开身体，这里将现成的法，伫你的心灵，咱何不心中做道场呢？道
力伫你的身躯，日夜甲你随在一起，啊，甲你相随在一起，咱来好好将这个身躯来做咱要去探究道理的一大部分。用心做道场，用心做道场，咱嘛会当用这个大自然呐，哎呀，物理，咱多用心，嘛是会当做道场嘛。所以师父常常会甲大家人讲，多用心嘛，三个字呢。是已经会当通包括真多的道理啊，就是迄位教授，伊伫这个听到这三字的以前呢，他很用心投入。啊，是安怎咱也无感受呢？因为咱都无咧用心嘛，所以呢，他就没有感动吼。所以佛法就是干那安尼嘛。那么，注意，咱真正。来到人间呐，咱都要用心，才有法度积聚轻重。来到人间，唔通讲安尼白白吼，啊过一世啦。啊，加我一个嘛无差偌济，减我一个嘛无差偌济，这就是自我放弃。咱若家己自我放弃，咱的永远都是凡夫哦。爱好千秋浓，可爱万重坡，咱都拢永远定伫迄个所在。咱爱自拔自救，不要自我放弃。所以呢，咱爱有基步轻重，家己自己尊重家己哦。那所以爱用心啦，哦。多用心的叮咛，在节目来到尾声时，上人仍要再次重复，期盼这三个字成为大家精进佛法的座右铭。的确，不说多用心啊，没有办法收藏了。好，大家呢，时时真的要多用心哦。虽然大家笑一笑啊，不过呢，师父不是跟你们开玩笑。就是真正的嘛，希望大家要用心投入哦，不一定这样心好，祝福大家人福慧双修，感恩。